大家好，我是敏宽，然后我是在2022年台湾 Opening 的公开赛，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哦，好久好久没看到的一个最我心目中觉得最强的一个外国的一个选手，就是我们的噔噔郑敏恩。那他敏恩呢，现在也有在教球，请问一下，你先介绍一下自己。Hello， 大家好，我是郑敏恩，那我是马来西亚过来。马来西亚，那你现在有在哪里当教练教球吗？我现在目前在海华那里有在教球，就是海华，对，民生社区，民生社区海华当教练。那你觉得我们这一次的台湾 Opening 呢？你觉得办得如何呀？我觉得很棒，很棒。你不要一直躲我，我没有那么恐怖。不是，没有，完了再来就尴尬了。因为觉得真的很棒，因为。我这个台湾 Open 是我在台湾应该第五年以来第一次有这么大的大型的奖金的比较大，对、哦、没错，而且我觉得主办单位其实也很用心在做这些东西，就是他们包括就是都有。那你在你们国内也是有打过这种 Opening 的吗？那你觉得我们这次办的跟你们打过的你们国内自己办的 Opening 有什么样的需要改进的地方吗？或者是因为我们办起来跟你们的有什么落差？其实我觉得以现在来说其实是蛮好，但是我们那边可能稍微比较专业的一点点的是可能医疗团队的部分，对，因为我们那边就是因为我们可能那边也比较熟悉这一些可能流程之类的东西，那所以我们防护的部分可能会做的比较充足一点。关于选手防护方面，所以我们是这一次还是就是比较低迷的。OK， 那你觉得你这次比赛的感想如何？感想如何？你的对手如何？对手其实也没什么好说，就大、哦、其实大家都很强，大家都很厉害，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彼此都。大概知道说彼此的实力在哪，对。就台湾女性里面就四大神兽，那是其中一个吧。没有。啊，那你脚好像是有受伤，你明天会继续来参赛吗？我明天可能先看一下，就是脚的情况怎么样。如果 OK 的话，我就会过来。啊，如果不行的话就好，我们就请请假。谢谢明恩，谢谢。然后他太久没看到了。